虽然时光留不住，但至少能留住时光里的韵味、滋味和风味。对，我悄悄地告诉你，熟悉的歌手，经典的旋律，有些歌越听越有韵味，有些滋味好吃到烙印在记忆里，让这些美食惊艳你的时光。平凡的面包做出不一样的味道，真的哎！从漫长岁月留下的习俗中，感受古老的原乡风味。这个二月，八度空间带你发掘岁月中的层层惊喜，享受最对味的周末时光。